其實預告咧，其實唔係預告，其實過去5年都係一隊好高水準嘅
band同我哋換奏，咁所有乐队都有，包括有吉他、萨士风长嘅，我谂有嚟过十位演唱会，旧年或者以前嚟噶，呢度佢都知道嗰个水准，嗰个 band 水准好高嘅。当然到时都会包括阿Jack、阿Peter同埋阿Jennifer嘅吓。咁但系大家应该到时嚟捧场，咁我谂同今日嘅演唱会可能系有啲唔同嘅。 嗰隊嘅嗰隊band真係好高水準，當然頭先有三位都高水準啦，一樣高水準嘅，但人多啲仲好聽係嘛？係啊，都要大家嚟記住留意啲會嘅資訊同埋留意新加坡中心嘅海報好唔好啊？好嘛？好，多謝，多謝大家收留演唱會，拜拜，所以再見，所以再見。